C 罗更衣室鼓舞全队。近日，皇马公布了夺冠纪录片《十三冠之心》的预告片，里面有一幕 C 罗在更衣室鼓舞全队。当时欧冠决赛即将打响， C 罗在更衣室向全队发话，赢下比赛，创造历史。最终 C 罗跟他的队友们做到了这一切。不过在那个夏天， C 罗最终加盟尤文，离开了皇马。雷欧